一、概述。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，张天师为道教创始人，龙虎山为道教的祖庭，其特有的道教天师祖庙祭祀礼俗是张天师世家的文化符号。该习俗通过宗族供奉祖先举行祭祀活动，以忠孝为本，祭神明，敬祖宗，护国佑民，济世利人，建立了一套斋教科仪，活态地反映出道教文化的演变过程。祖庙及家庙、祠堂起源于秦汉，宋代后在范仲淹的提倡下逐渐兴起建家庙、祠堂。明中叶后，朝廷扶持宗族力量，建家庙、祠堂之风遍及全国。据考证，现龙虎山刘侯家庙即历史上的道教天师祖庙。祖庙祭祀礼俗起源即创建人物是第一代天师张道陵，魏晋时第四代天师张胜将天师法义迁回龙虎山，立祖天师祠祭祀祖先。北宋崇宁四年，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奉旨重建上清观的同时，敕建灵宝观、云锦观、真义观三个道观，改原祖天师祠为严法观，上清镇县址立真义观为道教天师祖庙，成为天师道教起源观堂之一，即道教的最高祖庙。宋嘉熙三年敕重修时，赏赐真义观真风殿匾额。明嘉靖三十四年敕重修建时，赐额静音观。清雍正七年族人改建时，额曰刘侯家庙。道教天师祖庙迄今已逾900年，是龙虎山唯一现存的历史文化古迹。道教天师祖庙是宗族的象征，是天师道血缘关系高级的礼制建筑，因而格局严谨，程序化程度很高。自北宋以来，是尊祖、敬宗、沐族的场所。道教天师祖庙祭祀礼俗活动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发展和成熟时期，即中华文明之大成，一直延续到63代天师张恩溥，形成了天师血脉宗传体系，孕育了天师道文化。二、杰出价值。追源溯本，莫重于辞。历史上宗族有重大意义的物品，如圣旨、诰命、祭器、祖宗神像、刘侯天师世家宗谱等，皆保存在祖庙。而道教祖庙祭祀礼俗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、深刻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明底蕴，是体现中华文化的根和源。2014年12月，清光绪原版刘侯天师世家宗谱被发现，祖庙和宗谱成为重要物证和延续载体，印证了龙虎山刘侯家庙及道教祖庙的历史地位。天师血脉宗系传承的习俗由传说变成了事实，解决了龙虎山道教祖庭缺失祭祖圣地部分、即祭祖礼俗部分而难以服天下的悬念。申报道教天师祖庙祭祀礼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发掘珍贵文化遗产潜在的价值，
对国家传统民俗研究具有特殊价值，对研究道教发展史、中国文化迁徙路线、天师宗系血统、中国宗族文化及道教道服文化等大量文化课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通过恢复、挖掘、整理、保护，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粹龙虎山道教祖庙文化，用道教八德之首孝德之文化，维系道教大家庭的团结，携手重振道教辉煌，对重塑龙虎山天师道鼎盛之势，重塑龙虎山为道教领袖地位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粹，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三，濒危状况。龙虎山天师祖庙自清代族人改建俄约留侯家庙时开始衰败。1940年，除主殿、真风殿五间建筑外，皆毁于火灾。1947年，留存的五间建筑成为私塾。1950年至1993年，成为农会和碾米厂等。1993年以后，以荒芜破旧，险遭变卖、强拆。经族人向上反映，先后得到龙虎山景区和鹰潭市分管领导的重视，报省主管部门核实并获批准，才幸免拆除，得以保留。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国家恢复道教工作，因缺失关键物证和延续载体佐证，天师祖庙即留侯家庙的历史地位及真实价值一直未得到认可和重视。自1940年至2014年，祭祀礼俗场所的缺失，导致道教天师祖庙祭祀礼俗中断70多年。龙虎山因缺失祭祀圣地即祭祀礼俗部分，致使道教祖庭的社会认知度、国际知名度不高。1949年，清光绪版《留侯天师世家宗谱》为政府收留保管，至2014年重被发现，期间史志及社会流传版本不一，谬误严重，给优秀传统文化、道教文化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。四，保护计划。北京天下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留侯天师世家长老会合作，修旧如旧，对道教天师祖庙进行了保护性修复，对祭祀礼俗挖掘、建档、保护。依据史料记载，恢复修建了海内外唯一的具有丰富道教文化内涵的道教祭坛五行坛，陆续发掘一批与道教相关的历史文物。道教天师祖庙祭祀礼俗正在恢复之中，6项保护内容、5年保护规划以及7项保障措施正在落实，龙虎山道教祖庭将再现祖德煌煌、文化昌盛。